年关将至，央视蛇年春晚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，各路明星将要登上春晚的消息不断传出，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李宇春当然也在其中。不过李宇春工作室方面却表示，李宇春将不会登上蛇年春晚舞台。据悉12月6日，李宇春工作室方面透露，确实接到过央视春晚剧组的邀请，也曾与剧组进行过节目内容的初步探讨，但最终李宇春还是婉拒了这次的合作。而李宇春也表达了对春晚总导演哈文的感谢。